哎呀，哎呀，老于，你咋的了，老于？哎，老于，啥呀？老于，哎，这小子不行了，这不行了，快哮喘了。给我老使劲。要是要死了啊！你赶紧管我吧。药在兜里呢，赶紧给他塞嘴里，啊！行啊，秃子，这回妥了。这下好了，我看你怎么办。等他们回来，我们全都得歇菜了。老于，下一步咋整啊？哎，秃子啊，你帮我个忙，咋整？帮我把鞋带解开。你这脑袋像驴踢了，那我要有手，那我费这劲干啥呀？用嘴。干啥呀你？看见这灯泡了吗？我拿炮弹把它轰下来。别扯了，这上哪整炮弹去？你这我这靴子就是炮弹啊！你帮我把鞋带解开，我拿它一甩，兴许就能把灯泡打碎。碎了以后，咱们就能把绳子解开了。能行吗？试试呗。来来来来，行，豁出去。哎呀妈，你这鞋踩屎了，咋这味儿呢？别整没用的，胜败在此一举，快点。行。好了好了好了，哎，啊，行，好了，那瞧着啊，啊，这咋整啊？这整偏了都。我先试试嘛，这不还有一颗炮弹吗？来，哎，好，这回整准点啊，瞧好吧，啊。妥了，快快快快快，剪碎片，把绳子割开。这是往大本营送补给的运输机，跟着它就能找到大本营。可万一要是送完了，往回飞的呢？这个时间就是送补给的时间，走吧。吴越，别警戒了，这儿根本一个人都没有。排长，这儿怎么样？这野狼中队的驻扎地根本连个狼毛都没有，就剩下这点补给和里边的一组电台了。你们不觉得挺奇怪的吗？这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到了，用他们的电台通知龙队长，说我们找到了野狼中队的驻扎地，但是这里没有人，我们继续搜寻大本营。是。怪了，海上都被我们挖人监控封锁起来了，海上也没有船只通过呀，他们把人藏起来了。
告诉罢了，继续侦查。We still don't find them yet. Keep searching. Move, move.秃子，能行吗？能找着呢，应该行。哎，快点，哎，来。那身鞋呢？那儿，赶紧穿上，要不好跑啊！走，走，走，走。哎，哎，鲁爷，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看杂志？要逃你们逃，别带上我。不是你，那你在这干啥呀？你是要叛变呢，是怎么的？我只是待在我该待的地方，当兵就像一枚钉子。让你盯哪儿你就盯哪儿，乱跑乱窜，小心扎了自己的脚后跟。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跟不跟我走？我说过了，我只想留在这里，好好的把我的任务完成。成，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们这些笨蛋，你们不是我的对手。再给我说一遍。我说你们不是我的对手。再捞一根。Fight like a bitch， 还是杂种呢？还敢骂？我操你妈！上！哎，陆爷，陆爷，陆爷，行了，你别把他打死了。谁让他骂我们部队来着？你还跑？咱们赶紧跑吧，快！快快快快快！哎，咋回事？咋人呢？哎，This is our island, soldier. Yes, we have a good chance. To take our allies, and we need to beat them. Yes, we have a good chance. I hope so. 那大黑鬼是不是他们头啊？要不我绕他背后给他一下子。行了行了行了，咱们现在身上连杆枪都没有，你能打过人家俩？现在咱们仨是这场演习胜负的关键，我们最重要的是赶紧回大本营。那我下回再削。走。终于算是回来了。哎，你们说龙叔见着咱们仨会有什么反应？一脚把我们踢回海训场，要不直接拉到刑场，一人枪毙200多回。不会吧？怎么不会啊？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当逃兵了。从自己军营逃走，那叫逃兵；从别人军营逃走，能叫逃兵吗？哎，你看那什么玩意儿？那是？不知道是敌是友啊？肯定是野狼突击队的，躲起来再说。快隐蔽，这玩意儿挺先进的。哎，我老于啊，那玩意儿飞咱这边来干啥来了？不会是偷袭咱们大本营来了？有这个可能，那咋整啊？过去看看。火雷查中队联系上没有？野狼可能使用了电子干扰系统，现在信号时断时续的。那抓紧时间恢复啊！是。
同志，别急呀，啊！我这什么不急呀？你说这雷沙和虎沙攻不上去，车不下来，我能不着急吗？现在啊，正好是考验咱们平时训练成果的时候。你不把他们放在炉子上烤，你知道哪块是真金？我告诉你，再这么僵持下去，就是真金也给烤糊了。咱难受，野狼也不爽。现在就看谁咬紧牙关扛得住，输赢一口气的事儿，就你心大。这群突击队员是要掏咱们老窝啊！管他啥这那的，我先整死两个。哎，是。我疯了 ！Go and have a lo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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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发现咱们了。过得正好。It's just a van. Go, go. 这种野狼，他们也真够傻的。We should be inside, maybe on the right or on the street right now. Right? Okay. Okay, soldier on line. Move. Let's go. Move. I want the people. Okay, go. Okay. Move, soldier, move.老实点，听见没有？老实点！你们这群笨蛋，快放开我！说什么？行了，你还敢骂人？你给我听好了，你再骂人，我把你嘴里的牙全敲掉！我问你，你们是不是来偷袭我们大本营的？我只是一个突击队员，我什么都不知道。还敢跟我装？再说一遍，是不是？再说，是。搜搜他。别动！这是什么？迷彩，画脸用的。这留着，咱有用。别碰，这是感应手雷，会炸吗？这是演习专用的，会爆炸，但不会炸伤人。触动开关之后，在他杀伤范围内的人将必须马上离开战斗。这咱得留着。轻点啊！我们必须赶在野狼之前去通知龙队他们。不着急，咱们跟他们玩会儿。Position. You two, go and bring him back. Go. Move. Come back. Hop. Stop there. Come back here. Hop.Tom, brother, where are you? Next, 咋整？你们俩也扮上吧。
My goodness, Tim, what's happened? I just met three Chinese soldiers. They peeled off my clothes, they took my weapon. Shit! Shit! 让这小子跑了，那怎么办？就跟他们拼了！哎，咱们现在寡不敌众，你们俩跟我来，我自有办法。走。 Brigadier Shao, have you heard of our Commander Jack? 不好意思，了解不多。 Jack is the pride of our Wolf Commandos. In the Middle East, beheading campaign, and he single-handedly stormed the South American drug cartel headquarters, killed many terrorist leaders. We call him Phoenix. In our country, Jack is a superhero. 在我们国家，杰克是一名超级英雄。 I'll have to introduce you to him after the war games. 演习结束以后，我会介绍你们认识的。Jack always says, 杰克曾经说过, "We don't choose our enemies. We are indestructible. We are invincible. 因为我们都坚不可摧, and even God doesn't let the Wolf Commandos fail. 连上帝都不希望野狼突击队失败。 龙百川，是我，怎么搞的？ 打了半天这么被动，我告诉你啊，你可得给我清出面子。打赢了，回来给你们记功；打输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旅长啊，是受刺激了，不然不会发这么大的狠。这脸都丢出国门了，能不发火吗？老同志，你来看。 陈州岛也就是巴掌大点地方，为什么两个中队都攻不上去？你猜？我猜什么猜？你快说吧！咱这两个中队长啊，打当班长的时候就是死对头，现在都把主力藏着掖着，不肯拿出来应聘，都指望着对方先突破野狼的防线，留着自己的人，到最后掏了野狼的大本营立一功呢。这俩猴崽子！ 毁了我非扒了他们皮不可，这样也好，给野狼一种假象，认为咱们的兵力也不过如此。他稍微一放松，咱的机会就来了。报告，大队长跟雷莎中队联系上了。你通知雷莎虎鲨，把全部的看家本领都给我拿出来。半小时之内，如果拿不下陈州岛的海滩阵地，今年休假全部取消。是。 行吗？就是我怎么感觉有点悬的乎的呢？哼，你们放心，一准行。大卫 ，Captain， it's you brother。 Yes， just stay there。 Tom。 Just a helmet, Captain. We are down by them. 哎呀，哎，哎呀，响了！你这招也行啊，你秃子啊！记住了，以后打仗不能光冲动，得用脑子。你呀，太爱冲动，关键时刻那没有用。我觉得你啊，得多看看三十六计。三十六计里面有好多计策。
打仗的时候都能用得上。有情况，注意隐蔽。枪，别开枪，自己人，我是蒋小鱼。蒋小鱼，卢岩、张冲，怎么是你们三个？副队长，不好了，野狼突击队来偷袭了，赶紧带我去见龙队。好。龙队。哎，你们三个，不好好当俘虏，跑到这儿来干嘛？报告首长，大事不好，野狼队来偷袭了。什么野狼队？什么偷袭啊？别着急，慢慢说。我们是从野狼大本营逃出来的，在山后遇到他们一支小分队，一共十多个人，马上就到。这不可能啊！野狼都在陈州岛，跑咱们这儿来干嘛？您看看我们穿的衣服，就从他们身上扒下来的。他们马上就到，再不撤，老窝就被端了。这正好跟项羽、巴郎侦查的情况相互印证。可现在雷沙和虎沙撤不下来，咱们这里只有指挥部和女兵队。我愿意带着女兵队把他们引开。就你们几个？男子汉大丈夫，吐个唾沫都是钉，保证完成任务，必须的。我们愿意立下军令状，誓死保卫指挥部，如果行动失败，任凭处置。反正你们咋收拾都行，赶紧的吧。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冒险试一把，未必是坏事。我把话跟你们一起讲清楚啊，本来这一仗就没你们仨啥事儿，如果赢了没人给你们请功，败了就等着挨处分吧。是。行。是。那就我就带着女兵队赶紧走了。还感应炸弹有多少带多少啊。对了，龙队，我们还需要一台电脑，再找些文件资料啥的。你要电脑干嘛呀？能不能引开他们？就靠他了。你看那台行不行？行。崔健，拿过来。是。龙队、武队，还得用你们的肩章试试。你还有完没完呢？你小子这是要火线给自己提干。野鸡无名，草鞋无号，没有这个镇不住他们。那个还有您呢。这给我吧。别给我丢了。Move。Damn! We suddenly get the formation.Shit! To my report, sir, there seems to be a commander at 3 o'clock. It's the Chinese forces divers. Quick! Go! Go!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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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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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 Move! 来，把东西都扔这儿。快扔哪儿啊？就这儿，扔了！快点！啊，你们后面呢？赶紧射击，把他们引过来，快点！看见了吗？江小鱼的忽悠用好了，那也是一种战斗力呀、啊。哎呀，行了，我就怕他们是肉包子打狗。说点正事儿吧，这雷沙和虎沙两个中队长，半个小时之内打了十几通电话，非要趁热打铁，把野狼的大本营给端了。不急，磨磨他们的性子，也吊吊野狼的胃口。你看，野狼跟咱僵持了六七个小时，突然放弃了海滩阵地，这肯定是个套，等着咱们往里钻呢、啊。那把两个中队撤回来吧，人家辛辛苦苦设的圈套，咱总得配合一下呀。哼，如果蒋小鱼是属猴的，你龙百川就是属狐狸的，老狐狸。
通知雷莎进林子给我打草惊蛇，虎鲨上天绕到后面给我包饺子去。是。就这儿吧，崔杰。啊，给我们几把枪，你带着你的人到山上埋伏。卢烟，放炸弹。你们三个，你快把枪给他们。这儿放一个，还有这儿。退弹，每人剩两发。It doesn't have any more bullets. Let's go and catch the captain. Move, move, brother, move, move.恭喜你们光荣牺牲了，我们都死了，你为什么那么高兴呢？我诈尸了。诈尸？你们输了。我们俩都是指挥官，都死了，当了兵手。我这个指挥官是假的，我这个肩章是借来的。什么？其实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士。Shit!我也没忘记你，八年前马尔斯那场遭遇战。对啊，假如当时我的小组啊建军前一定会仗着你啊，冠军奖杯绝对不会留在俄罗斯的手人里啊。杰克，这一次你输了。你的士兵太狡猾了。这句是表扬我呢。那个猴精。杰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武钢中校本场演习的指挥官。你好，武中校，我从来没想到这场演习的装装点既然是像个俘虏啊。我也没想到。他也没想。Thank you.
这肯定是他们的大本营了。就这么几个人，还这么悠闲，这能是他们的大本营吗？狼骑在这儿，肯定是，还挺悠闲的。怎么一点警备的状态都没有啊？因为他们的主力在跟我们的雷沙虎沙打。你怎么知道？哼，你要学的东西多了。要是我现在一枪把他们的旗子打下来，能算我们赢吗？别废话了，演习规定里说，我军要亲手摘下他们的旗子才算赢。看来咱们的雷沙虎沙已经发动总攻了。咱们的大部队想攻上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排长，咱们要不要等大部队一块上来？我等不了了，我还得回去吃晚饭呢。我也等不了了。吴云，到。看见下面的机枪手了吗？你负责把他干掉，然后掩护我们。是。班朗，跟我上。是。等会儿，我也去。你是狙击手，哪儿也不许去，就在这儿掩护我们。放心吧，吴云，我替你报仇。准备，走。狙击手怎么了？我还能当冲锋狙呢。别扔啊，这玩意儿砸脸上挺疼的。你怎么会有枪？没办法，我总走狗屎运。那个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你还是投降吧，赶紧把你的信号枪给我。不给！别逼我开枪啊！打死也不给。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什么破玩意儿？枪交出来。识相的把信号枪交出来，快点儿！别跑！站住！别跑！那么多队员干嘛非跟我过不去啊？咱俩可是老乡，人不亲土亲，山不亲水亲呢。别傻了，在这种游戏规则之下，身边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你的敌人。行，你行，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看样子我今天运气不错呀，会得到一把很好的武器。21号苏卫和22号陈虎龙都是响尖大队的尖子。这个陈虎龙在训练营的成绩一直就不错，反正我看好他。成绩不代表一切，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可是绰号蝰蛇的苏卫。蝰蛇，他的出招攻击像蝰蛇一样又快又毒，他擅长使用摔法和巴西柔术。他像蝰蛇一样缠住对方的身体，使用反关节技和脚技制服对手。看吧，好戏刚刚开始。拿来。投降，交出信号枪，我保证你没事。停，你等会儿。
谢谢你的礼物，放心吧，一会儿就有人来帮你了。别躲了，出来吧。什么都不带，你想干嘛？哦，对了，我忘记了，我看看我背包里啊，装的是什么。女人用的，我用不着。女人用的东西能打赢你就是好东西。兄弟，我劝你还是自己打响信号枪为好。废话那么多呀。哎呀，哎呀，哎呀，有能耐就出来，不敢出来是吧？不敢出来给我一个人待着去，我可不打废物。玩阴的，让你玩阴的废物。自己人，
刚才身手不错呀。你怎么在这儿啊？还说呢，都怪你，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藏身的地儿，这下还得换地儿。怎么都怪我呢？你想啊，你刚才是不是打倒一个人，打响了信号枪？你以为你英雄了？枪一响，你的位置也暴露了，还不得有好多人听到枪响过来灭你？这对咱俩来说，没准也是好事儿。怎么就是好事儿了呢？他们光知道咱们的位置，不知道咱们是俩人啊。咱俩可以合作，一个当诱饵，一个打伏击，谁过来咱们灭谁。这俩小子凑一起快半小时了，怎么还没有人的信号枪被激发呢？难不成他们俩要打一场持久战？他俩没有动手的意思，就根本不想动手。你看，又跑到组装车间去干嘛？钓鱼。他们俩准备钓鱼。我都一个一个单打。周瑜，快跑！兄弟，不好意思，你被淘汰了，找地儿休息去吧。你奶奶的！你等到我想要的猎物了，哼，是你小子。我看咱们两个注定是冤家对头，今天得做个了断了。我
告诉你，你永远都是我的手下败将。在兽营里是，在这儿依然是。你放屁！下来，继续打。那你在那儿等着我，我先去找你啊！别动啊！没事吧？晕了，走，抬上车。需要治疗。停车，我没事儿，让我下车。不行，你必须接受治疗。停车！哎，马龙，给我停车！这俩小子还真有主意。是啊，短短的功夫就钓上两条鱼了。你看，他周围的队员还陆续的朝他俩的陷阱那儿奔过去。这俩小子赚大发了。哎，
不过，离着最近的这条鱼有点大，八成不好钓啊。别过来！还打吗？夏排长，胜负还没分呢，您说呢？那来吧。陆岩，下来吧。我想了想，这仗咱们别打了。为什么不打了？咱们别打仗了，改谈判吧。谈判？谈什么？谈合作。我不需要跟你们合作。夏排长，咱要是想对你下手，刚才就下了。看在咱们是一个部队的情分上，咱没对你下手。不光不对你下手，咱还有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邀您加盟。你想让我跟你们一起打埋伏？哎，向排长，您老人家真是冰雪聪明。我不需要上你们的贼船。您想啊，您要是上了我们的贼船，我们的贼船就更大了。这船越大，它开得越稳。您再好好考虑考虑。江宇，你到底打不打？向排长，咱想跟您合作，是因为咱信任您。这是我的信号枪，你拿着，您随时可以打响的。可以留在八名幸存者的名单里，或者至少他可以走得更远一些。运气不好，碰上了水妖廖勇。绝望谷之行，他就要画上句号了。水妖？对，这个人的水性极好，大家都认为他上辈子是在水里生长的。如果说张冲和八郎是阳刚功夫的话，那么这个水妖廖勇就是以柔克刚，阴柔之术。在这36人的名单里头，除了项羽和那只水鬼赵子午，
恐怕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既然你不仁，我也不义了，跟你拼了！我奉陪到底。好，这，没事吧？没事儿，好身手，那太帅了。你的枪。谢谢你的信任。没事吧？六号黄海，淘汰。算你厉害，到了这儿我整不死你，哼，在哪儿都不行。哎呀，怎么样，还是团结好吧？照这样下去，咱们能把他们都给收拾了。你们俩饿不饿？我去弄点吃的。这到处都是敌人，你还有心思吃饭啊？不吃饭哪有力气消灭敌人？
我！运气不错，让我捡了个便宜。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怎么，我前脚刚走，你们后脚就翻脸了呢？蒋小鱼，下一个收拾的就是你，我想看看到底谁先收拾谁。哎，停停停停！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咱们是一条船上的兄弟，哪有兄弟跟兄弟动手的？你们良心都塞到嘎吱窝里了？这都累了一天了。能不能消停会儿？你们看这是什么？鱼？你们是想打架还是想吃鱼？行了，都别逞强了。你们不争气的肚子已经出卖了你们高贵的灵魂。这是我找的地儿，鱼呢也是我抓的。按说在我的地儿吃我的鱼，我怎么着也得要你们个千八百的，不过我量你们兜里也没有，所以咱们这样，啊，你们在我的地儿吃我的鱼，就得守我的规矩。我给你们俩约法三章，我这约法三章也很简单：第一，不许打架；第二，不许打架；第三，不许打架。听明白没有？遵守我的规矩，咱们就在这儿吃鱼；不遵守我的规矩，爱去哪儿去哪儿，别在我这儿待着。来，这个本来呢是想烤着吃的，可是这大晚上呢一点火，八成把所有人都得给招来。所以呢，咱们来个纯天然无公害的吃法，哎，生鱼片，这在日本叫刺身。来吧，别客气了。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是客气，我一会儿都吃了。哎，这就对了。我娘说了，啊，这活着吧，就得猛吃猛喝猛喘气儿。让他们在外边打着，咱们在这儿好好享受美食，然后睡个好觉。号陈云飞淘汰，十五号孟宏胜淘汰，十八号赵雷淘汰，28号许可淘汰，29号赵卫国淘汰。号称猴子是吧？果然你在这儿。我们中队的饥饿暗号，你俩怎么会知道？这很简单，你们中队的林涛被我们收拾了。
不可能，我根本没有听到广播室里喊林涛被淘汰的声音。就你也号称叫猴子，脑子比猪还笨。我们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行踪，没有打响他的信号枪。我的随身装备只是个 MP5， 想要拿走，别老打我信号枪的主意。识相的，快把信号枪交出来，省得大家浪费时间。就林涛那家伙，谁都能抓得住。来抓我试试。接着跑。你在跑啊？哎，猴子，你怎么不跑？接着跑！拿着，兄弟，看他往哪儿跑。陆岩，我守着门，你去抓他。那你给我守住了。好。守住门，跑，再跑一个我看看，收拾不了你了，我还。你怎么会有枪？跟你没关系。行了，兄弟，投降吧，交枪不杀。不给。你不敢开枪打我，你逼急了我，我就开枪。赶紧的，把信号枪交出来。不给。你再说一遍。不给。不给。快点儿，把信号枪给我。不给。我真开枪了啊！打死不给。幸亏是假枪，
这要是真枪，你就杀人了，你知道吗？小子还挺厉害。七号江铁英淘汰，还剩十四个人了，不知道下一个谁会被淘汰，说不定就是我们。你放心，上了我这条贼船，我保证一个不落的把你们送上岸。你又开始吹了，你做什么都是狗掀门帘，全张着一张嘴。没我这张嘴，能把你们几个都忽悠到我的贼船上吗？不好。项羽，秃子伤成这样，你好意思这么做吗？是我把他背下来的，打响信号枪，他很快就能得救，而且他现在是个废人，在这儿只能拖大家后腿。废人？我只知道他是我兄弟，我是不会丢下兄弟的。在这儿只有生存。放屁！连兄弟都不要了，还是个屁虫。好。咱们的合作作废了，去给秃子治伤。项羽，咱俩一对一，你要是打倒我，你想干什么都行。我张冲、鲁岩同一批入伍，一起在海训场受了两年的煎熬，他们俩不光是我的战友，在我的心里早已经把他俩当成我的异姓兄弟。鲁岩从小就希望自己能当世界冠军，去马尔斯现在是他成就梦想的唯一机会，而对于张冲来说，失败是他不能忍受的痛。我和张冲都是刘小山的徒弟，丢下张冲，我又怎么能对得起师父？为了能和张冲、鲁岩携手马尔斯，我决定向战神挑战。现在上还是等我一会儿过去收拾你？没空搭理你。打响你们三个的信号枪，游戏差不多就该结束了。三把信号枪？你少数了一把吧？小鱼，你根本就没想打赢我，你是想偷我的信号枪。对付你这种没良心的人，我就只能用没良心的办法。有本事咱们就玉石俱焚。等一等，我知道你这个人把成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打响你的信号枪比把你打倒在地更有杀伤力。
把我的信号枪还给我，别让我再看见你们。我不能还给你。你到底想怎么样？为了确保你不再对我们下黑手，你必须加入我们。我要是不愿意呢？以前我是邀你上我的贼船，现在我只能逼你上我的贼船了。你的信号枪从现在开始由我保管。蒋小鱼，你放心，只要你上了我的船，我保证送你上岸。我凭什么相信你？我的信号枪不也在你那儿呢吗？我要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举动，你随时可以打响它。蒋小鱼他们遇上大麻烦了。这俩人我都听说过，都是近身搏击的狠角色。这个26号伊利买提擅长拳术，以前还代表国家队参加过世锦赛。因为招数琢磨不定，防不胜防，人家给他起外号叫鬼手。还有这个25号陈方舟，擅长用腿，他的鞭腿据说在陆战队没人能防得住。伊利买提和陈方舟也是一个中队的战友，他俩的身手不在项羽之下，一个人就难以招架，何况两个人打起来那是拳脚结合啊。蒋小鱼，他们这次恐怕要栽了。卢岩，秃子的伤不要紧吧？应该会好一些吧。现在这形势越来越严峻了，剩下的都是绝世高手，这秃子这是废了。我刚才也受了伤，这要再碰着人可怎么办啊？要是现在就来了呢？而且是两个。谁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不来了，多幸运，这下可以拉响好多信号枪。你们俩是说相声的吧？废话真多，来吧。得把他俩分开，来，走。陆岩，你没事吧？
你等着，我去拿急救包。别乱动。啊。啊。兄弟，忍着点啊。16号伊丽麦迪淘汰，25号陈方舟淘汰。已经两个伤员了，我看你这艘破船怎么开下去。项羽，你要是想走，我不留。12号韩亮淘汰，27号公冠淘汰。咱们得赶紧走，这两枪一开，会有好多人追过来。咱俩还打吗？算了吧，你我都心知肚明，我们来到这个岛上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留到八个人当中。当然，留在这八人当中太没意思，我主要的目的是一定要拉响项羽的信号枪。看来你也是一个记仇的人。咱俩都一样。3年了，每一次我闭上眼睛，脑子里都是侦察兵全能大赛的场景。项羽让你跟我，丢尽了脸。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太久了。那咱俩结盟吧，一起把他送出局。好，走吧。这张地图我看着都头疼，这么大的地方让我去哪儿找人啊？你们几个倒好，自己送上门来。别废话了，你的对手是我。项羽，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磨叽了？打响他们三个人的信号枪，大家不都省事吗？打他们三个的信号枪太没挑战了，打你的我倒是挺有兴趣。看来在比赛结束之前还有幸和战神过过招。我帮你吧。我也帮他。跟别人不一样，你们别上，照顾好伤员。来吧。
项羽的老伤又犯了，怎么办？住手！站住！你要是过来的话，我就废了他。项羽，别撑了，只要你不拦我，让我把那三个小子的信号枪打响，咱俩就可以一起去马尔斯夺冠。先淘汰我再说。你这样帮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在帮我自己。那好，那我就不客气了。等一下，把信号枪给我。你要干嘛？快！自己小心点。苏卫，现在我身上有三把信号枪，打响他们，游戏就结束了。你放了项羽，他最有资格代表中国军人去马尔斯。程小鱼，你打不过他，赶紧给我离开！打不过我也要打。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是一条船上的兄弟。您要是上了我们的贼船，我们的贼船就更大了。这船越大，它开得越稳。咱想跟您合作，是因为咱信任您。这是我的信号枪，你拿着。你放心，只要你上了我的船，我保证送你上岸。打昏他，是为了留他去马尔斯。我现在就先把你给淘汰了。这个蒋小鱼，这不是寻死吗？项羽都败在他手下了，他还在这冲什么大尾巴狼啊？我倒是对这小子越来越感兴趣了。
秋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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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雨！哎呀，疼死我了！哎，你干嘛这么拼啊？我还不是为了船上的兄弟。这不是巴朗吗？项羽在哪儿？我不知道。知道你跟他的关系好，告诉我他在哪儿。跟你们说了，我不知道。别废话了，要打队放马过来。都伤成这样了，还跟茅房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他已经受伤了，下去拿信号枪。抓紧时间找夏雨。